阳光明媚的一个早上，我们乘坐火车前往瑟农索水上城堡 Château de Sénonceau。 进入城堡，首先看到的是一条林荫大道。 Chérie, ce sont des arbres très très grands et très anciens. T'as vu?Chérie, ça va? C'est à toi là le château? Et le roi de ce château? Oh, là-bas, il y a des vaporisateurs. T'es content? Waouh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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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waouh! Chérie, chérie, ce château m'appartient. La vie est belle!喂，瑟农索水上城堡 Château de Sénonceau 位于中部卢瓦河谷地区，它曾是国王的领地，国王的住所。Il fait chaud, non? C'est joli.这座优美无比、飞架在谢尔河上的城堡，不仅以设计的独特闻名于世，还有它传奇的历史。这是一座受到法国历史上杰出女性所喜爱、由她们经营、受她们保护的城堡，例如普瓦捷的戴安娜、卡特琳娜·德·梅蒂西斯等。今天瑟农索城堡是法国除凡尔赛宫以外参观人数最多的城堡。有点大，看我后面的城堡，水上城堡，哎，超级美的啊，好大太阳，耶，花园也很大。这座城堡被称为水上城堡，是因为它就建在谢尔河上，如梦如幻的长廊就架在谢尔河上，美丽的谢尔河穿越城堡而过。当阳光明媚的时候呢，城堡的影子倒映在河面上，非常的美，仿佛一幅画。T'es content, mon chéri? C'est ton château, là. Oh là là, tu es riche, mon chéri. Ah, c'est une 花园好漂亮好大。城堡。花园好漂亮，而且很多花，好大。好，有点热今天，但早上又有点冷。瑟农索城堡的花园非常的美丽，这里的花匠会根据不同季节以不同的主题打造花园，连城堡里各处也都用花园中的鲜花装饰，使这座城堡更显出几分女人的柔美。草花都打理得很漂亮耶，这样看那个城堡就比较小，我们现在在花园这里。我是在做梦吗？做梦，我自己住在这么大的城堡里面，带这么大的花园。瑟农索城堡建于1513年，由第一位女主人波伊尔侯爵夫人凯瑟琳·布里克纳主持修建。她良好的出身和高尚的品味，使其文艺复兴宫殿般的设想在瑟农索得到完美的体现。她还设计了优雅复杂的尖塔和律动的窗户。瑟农索城堡也被称为夫人城堡，
这个美称来自于不同时期居住在城堡的七位著名的美丽女性，她们用自己的智慧、品味、经历装点着、影响着城堡，留给我们一个如此美轮美奂的建筑，而她们的人生也成就了一段段传奇。舍农所建造者波伊尔侯爵的儿子由于无法偿还欠国王的债务，将这座城堡抵押给国王弗朗索瓦一世，弗朗索瓦一世的儿子亨利二世又将其作为礼物送给他的情妇戴安娜。她是城堡的第二个著名的主人，也是亨利二世一生的挚爱。戴安娜虽然没有成为她的王后，但获得了亨利二世所能给予的所有的贵族头衔，并且在宫廷内外备受尊崇。戴安娜很清楚瑟农所的所有权在国王手里，一旦亨利出了事，她就会失去瑟农所，所以他积极运作，终于在1555年拥有了瑟农所的所有权。随后他运用他天生的管理天分，广植葡萄园，新建新农舍，种植桑树果树。尽管戴安娜是城堡的合法拥有人，但是在亨利二世过世之后，当时的摄政王太后亨利二世的王后凯瑟琳还是将戴安娜赶出瑟农所，所以呢，凯瑟琳成为城堡的第三位女主人。小风吹得好舒服啊。我们今天吃泰餐 Vasi Degust， 我老公点的是咖喱米饭，我点的是牛肉炒河粉吧。哦，好久没有吃到这种炒的那种粉了，嗯，要吃一下。